一场大雨过后，清晨山里的湿气还未干透，吴师傅一个人已经来到山里的茂林深处，他在寻找能做鱼竿的原材料罗汉竹。竹林虽大，但能符合做鱼竿的罗汉竹并不多见。为了做出一只好的鱼竿，吴师傅将传统老竹工艺和现代工艺相结合，把手挑选天然罗汉竹，加温防爆裂处理，精密的测量组装，数遍的手工打磨，搭配天然藤条和贝壳装饰，再经过数遍防爆裂油漆处理，烫金贴标，这样一只独一无二的罗汉竹竿才能完成。